哇，还有 GD， 糟糕了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我的枪快用完了，看来是最后决战了。哇，太刺激了吧，太刺激了吧，快用绝招啊你！用绝招真是，哦，好呀，好呀，用绝招，用绝招，结束了，再见。欢迎收看《我不喝拿铁》频道，今天是《Last Day on Earth Survival》的第203集。这集呢，就要来介绍一下用 AK47 试试看可不可以把盲僵尸给打死。然后我自己呢，也没有很大的把握。不过下午稍微看一下俄罗斯的游戏实况组，他们是用近战武器，然后在中间迂回的绕。然后我想试试看用 AK 可能会比较快的方式把它杀掉。对，好，然后这次玩的模式是困难模式，我们就开始吧。Go。然后我现在身上带的其实300 AK 啊，我先带这一把最普通的 AK 先试试看。然后等一下我的方式呢，就是直接在中间闹，我就不卡外面了，因为外面有个缺点是没办法让僵尸听到警觉声以后害怕。哎呀，被毒气毒到了！哦，终于要再挑战他一次了，我也没把握啦，先撞博士，因为我看国外都是用锤子或锯子，我就用 AK 看看吧。这样说，我先 躲他的攻击，先躲一下好了，躲五下以后他会用使用绝招。好，先打绝招出来。好，撞的时候，这时候我就跟他拼了，来吧，受死啊！哎呦，好，这时候赶快跑。往外跑，哇，好难走，这边好难走，哇，好难走。好，现在呢，这边就要小心了，要把守这个。如果他今天要吃补血的话呢，你就要启动这一个。哎呦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！哎，撞到了哈。好，开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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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这样损超快的，好像很快哦，或许可以哦。哦，他在吃补血。好，开这个，开警报器，他会停下来。哎呦，痛哦！哎呦，练身体哦，再来。再来大力一点，再大力一点。好，那你要注意血啊，他打一下20滴啊，因为我的服装在早上的直播用完了，我现在剩这个军装很可怜。狂 K， 狂 K， 狂 K。好好好，哎呦，好像这次可以过喽。早上欺负我，欺负很爽吼。然后我现在再还有一个开关，我现在必须要在这开关附近，不然呢我离开关太远，他如果吃补血会补太多。哦呦，差点死掉。哎呦，他要冲，他要撞撞撞撞，嘣！好，开开开开枪，开枪开枪开枪！哇，好快，好快，好快哦！我看国外实况怎么砍超慢的？哦，完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！我要补回700滴了，可恶！完蛋了，我要换枪，我这样过了吗？好刺激哦，好刺激哦！我现在拿这把是红外线的，然后它没有满，这把攻击应该比较强一点，我记得攻击强一点一，哎，好像一吧。哦，好痛哦！我看他会踩那个开关。欸，你没有踩开关，哦，让他撞，让他撞，让他撞。因为他要踩到开关，那个警报器才会停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哇，我不知道打不打死，完蛋了，他血又变500多了。哦，现在我不能让他吃回血，我现在就是要牵制他。好，努力努力努力！哦，键盘真的很难玩。来啊，过来啊！又500滴血，你这个奸诈家伙！跟我们一样吃补血，好，来杀杀杀杀杀杀！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呦，还有281滴耶！我今天带了20个急救暴刀够不够哎？好刺激哦！今天早上被欺负，现在终于可以报仇一下，别打死我！快点用绝招！好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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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你很久，等你很久，受死吧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！哇，还有51滴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！我的枪快用完了，看来是最后决战了。哇，太刺激了吧，太刺激了吧！快用绝招啊你！用绝招真是……哦，好呀，好呀，用绝招，用绝招，结束了，再见！哦，终于打赢了，哇，困难的哎，太感动了 ，Hello！ 好，我拿到什么？哎，拿到头了，拿到头了。太好了，天一怪，笔记本，水壶，军牌，红十张红票券，对，这跟国外那个拿到的是一样的东西。好，困难的可能比较可以拿到，因为我玩家说好像拿不到普通的，
就是拿不到头，那有可能是打普通模式吧。啊，困模式成功了，200 AK 就可以顺利通关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回家吧，因为这个头可以展示起来。然后如果今天没有 AK 的话呢，我到时候会录一个用锤子或锯子过的方法，也可以啊，只是说要花比较多的时间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回到家里面了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顺利通关了。主要呢就是使用 AK 啊，因为我参考一下国外玩家他们的打法呢，都用锤子啊，近战武器。然后如果你要比较快的方法的话呢，就用 AK， 会是最快清掉的。再来就要展示这个头啦，这头的部分是蛮变态的一个新东西，它是可以拿来展示的，好诡异哦。好吧，把它放在这边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吧。我以为是篮球欸，是灌篮用的吗？好恶哦，超恶的，每天看到这个就要打它就对了啊。总之呢，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应该是可以再移动吧，可以再移动，对，看你想要摆哪里都可以，还可以旋转。好，这个通关方式呢就推荐给大家，这是困难版的通关。下一次呢我要可能等定宝更新后呢再来就是 iOS 可能更新，我再录简单版的打法。然后这次的打法就是用 AK47 两把 AK47 快速通关，那希望这期你们会喜欢，然后持续追踪我，订阅我，然后我会再提供更多的情报跟游戏资讯给大家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游戏见咯，拜拜。So wake up!